小爱同学期中考试班级第四，年级十三，掉出前十了，还有点伤，马上送他个礼物激励一下。小爱同学送你个新书包，为啥呀？你不是期中考试没考好郁闷吗？包治百病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嘿，你看这里魔术贴可以自由移动，这前面还可以 DIY 装饰。对，你们看这变成好多呀，这里好多不得儿，方便收纳。这28升的容量也足够了，是吧？非常试试啊。校园美女来照个圈圈。这挺好，好是好，就是这后面的 DIY 区有一点空啊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装饰它吗？啥意思？有话直接说。他后面给我们 DIY 区，就是让我们发挥我们自己的个性去创作，对吧？DIY。但是我又没有那个装饰，就不能发挥我自己的个性了。然后呢？所以说，你想我发挥个性吗？你这个也可以，不用放也可以。小爱同学把他的花卡夹卡在上面了，你别说，还挺好看的。是的。哎，你要是还有啥想要的东西，你放假了跟你同学一起去逛商场吧，买点。好，你报销。可以。要不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考试情况啊？考得特别好，尤其是历史。真的好对不起我们班主任呐。为啥？历史只考39分，满分是60分啊。然后我的政治是我们班第一名，是53分。主要是那个政治史，他们是合卷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起发那个答题卡。然后我前面先写的政治那个四也是政治的题是比较活的，然后就思考时间太长了，然后后面写历史就没时间了，然后我就没有仔细审题，然后就刷刷刷的写的就不好。没事，你跟老师说，老师我下次先写历史。班主任，你感觉考试时间不够用啊？差不多吧。那还是平时刷题刷少了呀。其他课呢？语文只考89.5，没上90。哎，就这还能考班级第四啊？这次整体考的都不是特别好，这个题比较灵活吧？比较难啊。哎，没事儿。总结，多总结，以后要考的试还多着呢。是的。继续加油啊！那你写作业吧。这是在干啥？就是物理改错，我们上课的物理报听写。好吧，那不打扰你了。相信你的每次努力都是幸运的伏笔，加油。